这是花花是送给谁的呀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走走走。今天真的两个猪血丸子，一个是五花肉的，一个是肥肉的哈。这个猪血丸子的话是五花肉的，我们切开看一下啊。来尝一下这个猪血丸子啊，这个是五花肉的，五花肉的里面还是有那种半肥半瘦的啊，我们试一下。因为有的朋友说太肥了，我们就做了这种五花肉的。味道怎么样？也还可以，我觉得味道跟那种肥肉馅的口感差不多。肥肉的是不是口感还好一点，油味一点？肥肉的就肥而不腻，吃起来更过瘾啊！因为我们猪血丸子的灵魂就是要肥肉，放肥肉在里面夹豆腐的嘛。如果说不肥的话，它吃起来口感就没那么香。老妈，你觉得哪个口感更好？我看这个肥肉感好淡一点，感觉油脂多一点哈，这个。嗯。爆汁啊！嗯。不错，吃猪血丸子。要不要吃点饭了吗？带皮的其实吃起来更好，口感最佳，我觉得。但我喜欢吃那种带皮的猪血丸子。这个就看你个人喜欢了。我觉得肥肉的还好吃一点，我喜欢吃这个肥肉的。肥肉的里面的油水更多哈。嗯。嗯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开始吧。昨天是哪个时候吃猪血丸子的？不是。哦。干杯，快吃。啊，他怎么没有头呀？干杯。快吃了。是不是刚刚的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再吃点黄瓜鸡饭，真棒！那么多花干什么？哎，这是花花是送给谁的呀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你刚刚跟妈妈说什么？你是爸爸的什么？啊？你又忘记了吗？他刚刚说我是妈妈的小棉袄，那你是爸爸的什么？是什么？鸡。嗯，不知道。好，那你笨死了。那你说，告诉我，是什么？你又不会数数。